答应啊，你要抓住我娘，那屁股屁股我夹你哦。你若是唔惊，这么紧就要创啥？你张家玲对无？我有可能不是张家燕的对手，啊，不过那是你哦，我一个人就有出啊！你敢要试看卖？等你死，我就跟你讲我是谁。是张家燕吼，你以为张家玲不可能这样凶？啊！为你我是谁？你讲我是谁，拢无差，因为今仔日。唯一有猜，是看你要安怎死。那安尼，有啥物无共啊？我若是家里，我会足温柔的煮一顿有毒的饭菜，予你食落去以后，豆豆我死，死到水水水，安尼我敢有温柔？那如果是？张家燕的，我就是张家燕，我就让你死甲足痛苦的，了我会处理甲清清气气，让警方找袂到你的人，人间蒸发，你一世人都袂让人找到。所以你早就死相了，真的假的？你等下就知啊。小太太，要摕刀甲我抬哦！这个饭菜，你乖乖吃落去。我就知你是张嘉玲，这饭菜有毒对无？你莫听孙讲哦，我家己吃落，你就无代志哦。我无可能听你的话，我不在家讲啊。你若是无吃落去，你当初你今仔日有法度离开这？啊！要吃还是唔吃？你唔通乌白来哦！我甲你讲，台人是犯法的，而且我即摆有心，我更是相信啊！这拿落去是一次生命，这就当然哦！你是咧装的啦！哎，张丽丽呀，你有注意啦？我若跟你在一起，结果做不到你的人，无亲无故是要安怎着我的罪啊？我是在这，哪有可能无发现呐？你哪当作我哪有可能让你无责任啦？我看你这个人哦，足细长的啦，这个行李箱应该有法度装入去。这个才要装一个妹夫啊！今仔日我得提前面对他，就是你这无爱的新妇。担心，就是伊啊！伊是为阿狗啊，害死我的朋友，伊是现行犯啊！你干哪样去啊？杜承恩，我甲曹凤摆戏摆到一半，你就走啦？你冲啥来乱呐？什么摆戏啊？你要跟我白讲哦！警察先生，伊的菜刀要跟我抬啦！警察先生，这是狗笨，我伫咧演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杀人犯。可能是我应该受伤啊，才去给惊到。是安尼想唔对。唔是唔是，警察先生，伊只是真正真正，伊提刀要给我抬啦。这是道具，是假的，莫讲人啦，连假拢抬袂死啊。警察先生，伊叫我食迄饭菜，迄饭菜内底有毒，迄只要落就死死啊。下面舞蹈，
这是我主要做成功的总裁呢，什么有做？你这人哪这么无礼貌啊？无啦，建成先生是真实的，伊拄仔威胁我，伊要搞台戏。建成先生，你敢有看到伊来我这会？这个查甫就是伊的客兄，像这种妨碍家庭的现行犯，不地的小王，麻烦建成先生带这个笨手直接去警察局作弊了。我哎。无啦，我甲伊无关系，我只是伊朋友啦。既然伊无代志，那安尼我就先来走啊。嘿，你们去倒？等你有代志，叫我打电话给我。哎，你卖个假啊！你才无遐尼关心曹凤嘞。你若真正关心伊，哪有可能让伊甲伊巴肚内底小陈恩留伫咧遮？陈恩真关心我，啊，搁我巴肚内底个囡仔，你们伫遐使人啊？我无想要使人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刚刚你看不出来，伊真正爱的人是雅婷，不是你。你给我等不起啊！阿红，你千万唔通让伊话影响着啊！哎，杜神，我话还袂讲煞，你怎会要去倒？佮有甚物代志？我爱你想办法，把王雅婷摆到内底的囡仔处理掉。你无代无志，讲着王雅婷摆到内的囡仔是要创啥？我知影，是不是因为拄只张嘉玲安尼讲，甲你使啦？你拄只不是讲爱我放心，你袂受到伊的影响？拄我伫伊的面头前，我当然嘛袂当承认。啊，不过即摆也无别人啊。我爱你讲好清楚，你是不是醒过来还靠我阿婷？你问这是啥无聊的问题啊？这个问题一点仔拢袂无聊，除非你心虚，你唔敢回答。我叫无心皮，那你就要想骗啊！看我的目睭，老实回答我，你是爱我还是王雅婷？那就算嘛，我当然是爱你啊！你无骗我？我无骗你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那如果是真的，你就证明给我看。我拢讲我爱你啊，你讲爱我安怎证明啊？我爱你。把王雅婷把伊巴肚内底的囡仔处理掉，你莫跟我讲你无才调，这种恶毒的代志对伊来讲是上简单的。你出来，这要创啥？我希望你当离婚。你俩准讲你带我来家，我就会答应你离婚，是吧？你搁会记得在什么所在无？咱以前常常在约会，哪看风景，哪开讲，话讲拢讲不完同款。就因安尼，咱才会一步一步走入婚姻，最后决定用一世人的时间来偷偷讲。以前的你真疼，唔对，我一定做疼你，也做惜你，啊那无。我袂把我的股份拢过互你，是你，是你辜负我的心意，去勾结外人，把厝内底母甲农家散体的人，嘛是你。你若是想要跟我离婚，钱就来，安尼你就当去找你的小星星啦。啊，但是嘛，伊的目睭嘛已经好啊。啊，是讲哦，真有可能恁两个人若是做伙久啊。伊就会发觉，你无参照伊所想象的有路用。你到这个时阵，佮要糟蹋我？你若是袂看咧我的糟蹋，就赶紧离开我的身份证。你要搞我台戏是无？我若是死啊，股份就会转去你的手头。要离婚吧？你莫掠准讲，安尼就会当搞我吓惊，我无可能让你吓过。
你永远拢处于着第二个，像我这样遐戆的人啊！我要把咱过去淡掉，因为你，我代替我对你好，此情已逝。你要把我送下去，佮敢我佮你救我？你真正要结束不救我？我甲你讲，你安怎会当搞哩？你有看到会这个吗？那你紧起来，去安尼宣告了，再加加二幺零，说你袂死。你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严处长！啊！